棒，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说我们做什么样的寿司呢？今天的寿司比较特别，今天做一个和风的蔬果酱汁。哇，清爽和风就是比较日式的，甜甜的，而且这是非常的轻食，就是减肥时候可以吃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好，一开始哦，先来注意。有点傻眼。对，肉的部分，明明就还没结束。这个整块鸡胸肉哈，我从这个正面这里插一刀，插一刀到底，然后插一刀让它挖开，有一个洞。是，你要把东西塞进去哦。也没错，我们这个做一个变化。哦，如果只是配，你两个给他瞪啊。啊，是伊在瞪起啊，怕。你无看人，迄鸡胸会不会把面啊放内底呢？蛮有创意的。然后把这个打碎，然后再把鸡胸肉打碎。干嘛搓刀啊？你没收。等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 cream cheese。cream 奶油起司。对，放了两煎匙。你要把它放到里面去吗？对，我要做一个。这个火腿就把它放内馅哦，对，好的，火腿蛮特别，一起放进来，然后坚果，加一点坚果，对，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综合香料啊，这个可加可不加，你手上有就加啊，好，因为这个昆曲是比较硬的类型，然后所以比较难拉，好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蒜头安尼幼就好啊，两个字啊，滑滑滑。只是打碎而已，它没办法磨成泥啊。是是是，也没有到很泥啊。有会会会，至少有口感嘛。那我很专业。你管在一起啊？有没有？好，它这是几花盖？对啊。好，把它放进来。好像做甜点了。你教简单一点，这才家里会做。我教你。我是说今天做个变化，今天大家重点是酱汁，你不要旁边不要那么急。不要这样讲，人家有美式，比较美式的人想好了。好，就把它灌进去。哇，好酷哦！有吗？因为它很硬，所以比较对不好挤。卡住了。那你准备卡十分钟吧，聚焦在腰果堵住了，算了啦。啊，要用这个吗？没关系。对，他现在就挤。好，他把它拿掉，用这个挤。蛮聪明的。好，谢谢。厉害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有不吱一声，真的不吱啊！是，不吱的一声，对，要灌进去了。有，好厉害！好，我刚刚锅子已经热了。真假？我你看你两个老弟啊！一定要加橄榄油哈，因为这个鸡胸肉是没有油脂的，所以你没有油，它没办法让它有香香的感觉。橄榄油也很健康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肉还是要给它点盐巴调味。所以我们放橄榄油不用先那个热油哈，锅子稍微预热一下，油本身尽量不要热。是，因为橄榄油不能太热。对，橄榄油不能加热太久。好，另外这边我要调酱汁哦，刚才这个锅子。换手，换手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你先倒半碗。半碗。好，可以够了。好，这个进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味淋一样。也是1:1，半碗，也是半碗，味淋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味淋再多一点 ，OK， 然后米酒半碗，对，好，这个1:1的是一个很黄金的比例，自己先喝一口，然后再倒，然后，但是我会额外加个水分进来，也是半碗，水一样，水或鸡高汤都可以，对，好，这个不要。也可以，那那个转的那个呢？对，它去洗了哦，这个不能算在时间范围里面了。好，这个让它煮到滚，一滚就可以关火。好，你三颗苹果进来，也是要把它拉成末这样子吗？对，拉成在切苹果，我好紧张哦。你怎么会？这刀不是很好用哎，没有刀啊。你的手怎么会在切口上面？这个好一点。没关系，这个好了，半颗就好，对不对？半颗就好吗？对，半颗苹果。这个好好用哦。好，你好，就把它放旁边了。做这样还不错。哇。好，尽量碎，好看。再碎一点嘛。还不错。好，差不多，苹果可以。这个有没有？挖出来。扣把先试试看，你要放哪里？点不点？好，然后这个红萝卜先，对，把它切成小块，对，切小块。
哇，你大姐，你家拿了猪，拿了这个丑给你。我想说，没有，要大力一点，太大块了，是不是啊？不会啦，住的用力。你平常有在演短剧，对不对？平常演喜剧啊，真的哈，我觉得蛮好笑。我们这边酱汁已经把它关火了，是因为滚了，滚了滚就好。哎，现在是开始两个人一起做，还没，是不是？它是违规的。比较危险啊，对，不放心那个。好 ，OK OK， 手都出了，放在一起吗？对，都全部这样混在一起没有关系。全部混在一起，那你刚刚怎么不全部一起放在一起？他刚刚是这样讲，拉不动，拉不动，太满了。你看红萝卜刚才比较硬的东西，放在一起。OK， 好，刀片先放进去，刀片要先放。刀片，对，这种顺序都会忘记。对，然后这个一起做，好，可以一起做，可以。好，剩下的东西可以一起来了。是，好。番茄也是。好，番茄半颗就可以了。要雕花吗？是不用了。要一点洋葱要不要？不用，够了。好。不是有一种东西叫果汁机吗？对啊，用果汁机来在料理机哈。好，所以应该比较可以少许一点点啦。果汁机的话就比较大量一点。哦，把我们刚才所有拉的料哈，全部都放到寿司面泡的，不要滚，好，不要滚，因为我想要这个红萝卜这样子的蔬菜，还有一些脆脆的口感，所以我用算是用泡的方式让它保持一点口感在。所以这道比较不像烤肉酱的感觉，其实它可以当沾酱，那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直接跟着这个食材一起下去加热，有点类似日式的和风沾酱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放水水甜甜的，放这个芝麻，芝麻，芝麻可以多一点哦，白芝麻很健康哦。然后七味粉，肉会不会差味搭？肉会，肉我关火差味搭了。弄杯哦，弄杯比坏。这有点辣辣的口感哈，这不是厨艺大赛，这是诅咒大赛。但是这个酱汁最好能泡15分钟以上再吃哦，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出来。尤其我们这个没有把它处理到很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把它处理到很细。因为我没有滚过入味。那如果我想要滚的话，就让它滚一下，然后比较好入味，可以吗？真的很赶时间的话，可以这样子啊。还有2分钟。鸡肉不是很难熟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有做焖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盛一些这个酱汁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沾酱的部分。你先干杯，感觉你先干杯。好香哦，就是很好香哦，甜甜的，对，嗯，蔬果沾酱很好，健康耶，很健康。好，我们稍微把盘子哈做一点简单的装饰，是，剩下的食材放在旁边就好，不用再摆进去。对啊，为什么有好看吗？没好看吗？来拿走就好了，你还不懂。好，倒数20秒的时候跟我讲一下。好。感觉我已经关火，用焖的了，很好调哦。对。好。让它焖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是。20秒咯。熟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熟了，熟了。9、8、7。不用切啊！时间到，完成。来，像翅膀。来，介绍一下吧。和风香烤起司鸡。哦，哎，终于，哎，阿妮姐，我叫。
Aniki， 对，现在我是 Aniki， 待会他们就是 Aniki， 谁赢了就是 Aniki， 是，所以大家都要叫 Aniki， 是，好。烤肉真的最重要，我们现在不是要吃肉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是要吃那个酱汁。然后好吃的话，我们就介绍给大家，好，大家做看看，吃看看。我们从第一道开始，我们从骆师傅跟诺诺哥来。蜜汁香烤猪，是，来来。我吃的是山药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好吃葱，好。是啊，对啊，真的那个味道很棒，好入味，好吃好香，酱很大，对，很台湾，好加台湾味道，但是很清爽，好吃，而且我这是山药，配起来好嫩哦，对，它煎过之后它会慢慢的熟化，对，然后烤过也是一样会很熟化，来第二道，温师傅的还是泡菜，是牛肉烧或是你在乎。加块麦，加一点酱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刚刚就已经一直闻到韩式的味道，有哈，因为泡菜的关系吧，好好吃哦。洋葱跟泡菜，单纯的口感。但我觉得酸酸辣辣的，蛮有那个胃口大开的感觉。对。刚如果先吃这个开胃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小刚师傅的。和风香烤起司鸡，期待。这是比较创意一点的，创意一点的料，创意一点的料。对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在减重的人的话，那你就把中间起司去掉，就是干煎一个鸡胸肉，或直接干烤，然后再淋上这个酱汁。哎，可是这个酱汁是好吃的，而且很清爽。酱淋多一点。那在肉节烤肉的话，比较腻的时候可以加这种酱汁。这样吃多一点的时候，这样吃这个它不腻，蒜头、洋葱、苹果、番茄这种东西都是可以帮肉的腻油腻感解除掉，是的。有没有？屁股一样，还是我们赢？他的酱汁蛮好，怎么真的？可是他酱汁，对对，在烤肉没办法去调，但酱汁蛮吸引我的，好，很清爽，对，有啊，有啊，心里都有底嘛。好，来三位请后面。来，感觉怎么样？来，请后面。后，来。可是看你配对在哪里，就站在哪里的旁边。我们的评审员，来，请这边来。最准，来，爸爸，爸爸，这外包，菜包，爸爸，菜包不行。你觉得这道你们的印象最深刻的？三种不同风味的烤肉酱搭上不同食材，各具特色。究竟是骆师傅跟 NONO 充满台式风味的蜜汁香烤猪让人口齿留香，还是温师傅跟林伟如重口味的韩式泡菜牛肉烧让人意犹未尽，还是小张师傅跟张伟春充满创意的和风香烤起司鸡会获胜呢？好啦，众客坐下哩，坐下哩，我就说嘛，烤肉为什么要叫烤肉？烤肉就是一定要有那种。虽然我们在家里面烤，但是还是要有碳的味道。所以这个今天的 Aniki 是谁呢？我跟你讲哦，这种真的是面子问题呀，真的。这人够为人家讲啊，小刚，吼，你完蛋了你。师傅跟林伟如的韩式泡菜牛肉烧赢得今天的阿尼迪，牛小排包入泡菜洋葱，再串进番茄甜椒，裹上特调的韩式蜂蜜辣酱，今年你家中秋烤肉一定要试试看哦。所以温师傅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没有，谢谢你，谢谢让你们吃到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就这样子而已吗？你不是啊，想跟你说一下，阿尼迪哪有点心虚啊？为什么温师傅要心虚的笑？对，因为他撒娇了，撒娇他应该很紧张。对啊，其实我跟你讲啦，为什么他的泡菜就赢了？对，那个泡菜是重口味的，你知道那个蒜头味道一出来就对了。谁管你？谁管你后面有烤到烧焦啊？没有人会吧？所以问题是出在评审的，如果今天是上年纪的评审，可能那一道或者这个对就会上病。所以我就跟你说嘛，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要互相尊重，就是他们要喜欢口味什么口味，我们就要尊重他喜欢什么口味。哦，对。
所以是因为年轻人选的，那还不给到，心虚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真的啊，中秋节的时候在家里面，其实马伯上面油烟啊，对不对？自己做点点酱汁，然后自己烤一下，其实又干净，然后又简单又好吃，是不是？